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政府教育处处长林明玉。首先谢谢部长核准我们彰化县啊很多学校参与啊台中教育大学郭伯成院长他所领军建制的视讯教学平台这个计划。这计划啊是由中教大的各科系他们合作成立，那也让我们教学现场的老师啊可以参与。那这个系统建制完之后啊，我们可以让老师哈借由这个视讯教学的素养哈，那透过这个平台诊断孩子的需要啊，那进行差异化教学或者是啊那个因材施教。那这个计划可能要需要动员非常多领域的老师一起来参加。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建制之后，可以扩充到全国，让这一个平台计划可以教会很多的孩子啊，提升他们啊教学所需要的啊一些诊断啊，并且啊透过这个诊断进行补救式的教学。